哎，问到你家附近哪里来个？我唔是大直接附近，你哪里家附近？唔是，我是来做报道的。哦，哎，我是记者。哎，问到你家附近啦？哦，问宝宝哪里家附近？那你知道他们已经弄了十几年搞这个东西吗？我们住在这里啊，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做了二十几年的志工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那你知道他们十几年抗争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哎，因为大家都很认同自己啊，所以有声音会有啦，这个难，什么事情都会有声音的啦。所以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抗争？嗯，这个我们有，他们有统一的窗口。啊、哦、，OK， 有统一窗口，你肯定会打。OK， 好好好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要补充，向各位说明，就是说。